头。对于惠英红老师的表演，我用一个字概括，真是太牛了。这一个字吗？牛，就是特别特别的棒，特别特别的好。因为我演戏演坏人演了这么多年，我总是我去虐待别人，但是在我跟惠英红姐姐第一次演戏的时候，她往我跟前一站，开始说台词，眉毛就一条一条的时候，我说完了，遇上一个狠的，有点害怕的，有点害怕。姐姐，那你刚退，你觉得跟那气场有关系吗？有，他因为他是本身就是武打演员，他的那个功夫很了得，然后他那种气场磁场是非常强大，对于我来讲有一种威慑力。想拿剑，凭本事来拿。蠢奴才，你是什么东西？所以我哋好肯定，你哋仔同呢条案有关。我的希望就是我能有一天站在这里拿最佳女主角。